啱生完仔仔唔够两个星期嘅陈海琳呢日就着住红色高踭鞋出席品牌嘅开幕仪式，呢日睇起上嚟 Grace 嘅上围更加系升级咗唔少、哦。但系月都未坐完就出嚟做嘢，老公郑嘉颖唔会担心咩？佢 OK 嘅，咁我而家依然其实都系坐紧月啦，咁头嗰两个星期就都喺屋企啦，好乖，饮汤水，咁而家系晏昼出嚟一两个钟，咁佢衡量过，佢话 OK 嘅，咁你小心啲，咁就早啲翻屋企啦，咁样咯。咁做咗爸爸之后嘅嘉颖又有冇帮手照顾仔仔啊？佢嘅父爱系不得了噶，我觉得系啊，所以感恩啦。佢其實差不多所有嘢都識曬㗎，係啊！佢又好踴躍地去學，佢真係會問人點樣做係最好啊！咁如果可能三個嘅朋友上嚟嘅時候，佢就話：我咁樣掃邊啱唔啱啊？咁樣咯，係啊，你咪舒服咯，好舒服啊！係啊，我就係負責斟奶嘅啫。英文名就已經改好啦，咁中文名而家又決定成點咧？中文名叫鄭成月，咁啊承諾佢有喜悦嘅生命咯，咁所以個意思都幾好，又係公公幫佢改嘅，係咯。